仔从公司到现在，你们知道蛋仔联动了多少款皮肤吗？众所周知，蛋仔是2022年5月27日开始公测，到现在已经过去了2年半之久。那你们知道蛋仔究竟联动了多少款皮肤吗？今天小鱼丸，我就要跟你们科普一下，蛋仔派对迄今为止一共联动了多少款皮肤？啊，他喵的，你就给我写上这几个，那东东我还不知道吗？选到你了。经过了我的一点点统计，发现蛋仔派对联动了多达58个 IP。那在返场次数比较受欢迎的，有东东羊联动、喜羊羊联动、红小豆联动、网易云联动。这期视频我就先按照时间顺序排列，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蛋仔的第一个 IP 联动，就是红小豆，首次上线是在2022年6月10日。王牌竞速游戏联动、第五人格游戏联动、汉塔游戏联动、吾皇猫联动、Dumb Down 联动、长草岩团子游戏联动、保卫萝卜游戏联动、喜羊羊与灰太狼联动、网易云音乐联动、国宝特工游戏联动、鹅鸭杀联动、百鬼幼儿园联动、阿尔卑斯联动、趣多多联动、水波蛋联动、中国奇谭联动、蜜雪冰城联动、奥特曼联动、我的世界游戏联动、大库联动、蚂蚁森林联动、非遗主题联动、苗疆圣女、猪猪侠联动、上海欢乐谷联动、梦幻西游大品牌联动、广域游戏联动、凯德北区联动、三丽鸥家族联动、 Instinct V 联动、美团外卖联动、熊出没联动、故宫观塘联动、五菱汽车联动、KFC 联动、Coco Love 联动、赞萌露比联动、小鹦鹉 BB 高萌联动、龙门石窟景区联动、广州长隆水上乐园深度联动、猫和老鼠动画联动、一梦江湖联动、必胜客联动、疯狂动物城联动、永劫无间联动、名侦探柯南联动、阿尔卑斯联动、王老吉联动、玩具总动员联动、华山论剑联动、支付宝 AR 扫联动。那最后，小蛋仔们，你们最喜欢的联动是哪个呢？